远方，闹市中流浪，是否我也逞强，孤独的奔忙，肩上的荣光它依然发烫，是属于孤独骑士的勋章。在善与恶边间游走，背离了所谓自由，是非的界限谁来定夺，而我又为谁而活。人们欢呼着神圣的陨落，旁的勇者被带上枷锁，镣铐下的救世者他是谁没听说。虚伪的善意潜藏了恶意，可笑人们总是善于逃避，当夜降临，所有罪行都将被肃清。就在此刻起，向人群通缉，救世主不会降临，而你是未生气，一声响应已被抹去存在的痕迹，在月色退潮之际，请相信行者之意。下落出的鬼影，那是谁人的踪迹？谁来解救这前来的正义，直面人心的烈性？众里假象，三群混迹，天使好似开了面具，打破那摇摇欲坠虚影下的光明。他却想维持，他留守原地，化作黎明前长夜的光影，切腹后继，同生同息，忘却了姓名。黑暗中冰息，潜藏着杀机，当长夜将近危机，都已抹去了踪迹。沉默中惊醒，回头望，追寻的背影，在月色退潮之际，看清面具下的你。当篝火燃尽，黑夜谁倾听？世人为美梦着迷，却已被神明厌弃。所谓的宿命都已经与希望背离，而新行者的使命，守卫城市的黎明。启程的时间还不算晚，云消失，火蝶烧的上目光，天地随他放他来闯，细雨里一夜昼间过长安，茶微凉酒很干，城外风云皆在鼓掌，闭上眼，江山红尘在梦里反复回荡，从今起一路奔向前，拥抱最顶峰的风光，思绪下颗轻狂，不敢勇攀海前，时不够跌宕，写尽去此别楼外青山，中欢的一骑白玉从不洛阳，信仰燃生火光，化作灯塔的芒，指引前路方向，不退让，听梦在胸口震荡，狭路勇者向我将永远向前一路期望。成败都无妨，将残剑再淬炼未出击，那看似遥不可及的荣光，它是我奔赴的方向。细雨里一夜昼醉雁过长安，茶微凉酒很干，城外风云皆在鼓掌，闭上眼，掌中燃在梦里反复回荡，从今起一路奔向前，拥抱最顶峰的风光，自许下颗轻狂，不敢勇攀海前，故事不够跌宕，
水掉孤独的煎熬，现在爱我所爱，挣脱世俗眼光求牢，要成为真正的我曾经渴望的目标，不理会别人的嘲笑，却是属于我的荣耀。少年的梦发烫，晒光羽翼太阳，随风自生自长，又叫声长风破万里浪，趁千古未定，你我皆在路上，聚焦所有目光，今朝并肩酣战，无愧甘苦共尝，是时候释放心中的呐喊，要万人传万人，这一刻一叫我加冕为王。今晚上先是我那个秘书不知道有没有空，然后你们贵妃也要晚一点，他们来了以后直接让他们上麦，因为今天是两个人，你们秘书说还在外面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晚上好，哎，我跟你们讲，我今晚上很想摆烂，真的超级想摆烂。我是不是感冒了？没有感冒，真的超级无敌想摆烂。是啊，然后觉得一个星期播一次就差不多了，哎，但是一看时间，又灰溜溜的回来了，灰溜溜的我又来了。怎么又播了？今天星期五啊，我们星期三、星期五不是固定的嘛？哎，早知道你们不知道我播，我干脆就不来，傻乎乎的我，是吧？真的，早知道我就不来，你们也不知道，那顶多还以为我有事，就纯摆烂。他就在等我，哪有，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是说不知道我今晚上要播吗？是不是我上次说要正常开播是吧？忘记星期五有，那以后你们要经常忘记，我也忘记一下，我就可以不来了。哎呀，摆烂，周五播的，你确实不知道是吧？好像多爽，你已经看 B 站好几次了。哎呀，你这个想摆烂的人，肯定说想肯定要八点半钟才来，是不是？懂吧？就摆烂的人呢、啊。那要是很，你们发现没有？如果说我播得很积极的话，我一定会提前来。就是又是那种很准时，然后有一点拖拖拉拉的，就是想摆烂，但是又不得不来的那一种。摆烂还可以看回放，不是你们要看那个回放要看多少遍呐？啊，这么一个回放你们要看多少遍呐？这有些人甚至还把整期都给下载了，哇，我一时之间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心情复杂，心情复杂。都是背景，你们现在都已经把就是弄成背景了吗？不是，你们这个到底要看多少遍？准备试刷，哇，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感觉心情非常的复杂。对，晚上好，晚上好，准备试刷。嗯，某几期确实会下载的，就意思是说，就是你们觉得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就会下来了，是吧？今天秘书和贵妃不在，还是在的。你们秘书可能不在，他现在还在外面。你们贵妃说他要来，暴躁骂人很爽。
最近是有一点点要暴躁的那种类型的，但是也不至于哈，现在还不至于就动不动就暴躁。我现在还不至于一直暴躁，啊，今晚，哎，今天星期五啊，我早知道说你们都不知道的话，我真不来，真的。有个问题想了解湖南 P 哥的很多首花花的歌，那湖南卫视那里有好多，就是怎么说呢？他那里买怎么说呢？有版权的那些歌，他有版权的那些歌就是唱烂完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芒果真的很多音中，知道不？然后吧，版权就是怎么说呢？他那个版权的话，他是有发行版权跟作曲版权的，知道不？作词版权。然后作词的版权的话是在CLB 就是 SBE 就是那个郑楠他们的工作室，还有一些是唐田他们呐、啊、这些人的。那作曲的版权一直是在华晨宇手里。然后他有一些就比如说像以前的时候的以前的那些。比如说是一专二专的这些的版权的话，作曲版权还是在花花手里，然后发行版权还是在那个天娱，然后四专到五专这个是跟天娱是共同拥有版权的，懂吗？就是有共同，就是他们都有商业版权，然后但是版权的占比重的话还是华晨宇的会比较重，因为华晨宇有演出的版权，有发行的版权，有作曲的版权，它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个 P 哥他那里的话，他现在湖南卫视的那个现有曲库，因为他自己搞了太多的音综了，知道不？所以就是他的曲库那里有好多歌都是，你们看到没有？就是那个就是芒果的那鱼那些音中啊，来来回回老是唱，就比如说什么凄美地，就是那个郭顶的那些歌，那个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来来回回老是那几首的，来来回回就老是那些歌，知道不？就听腻了呀，他要换一下。那换一下以后的话，就是比较现成的版权的啊。他有一些现成的版权的话，就比如说像在天娱手上的版权的话，那你拿花花的肯定是更快，还有一个是便宜，知道吧？但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个披荆斩棘唱华晨宇的歌确实很披荆斩棘。为什么？因为华晨宇的歌只有他自己唱才有那个歌的味道，不是说不允许改编的哈，就是。别人唱他的歌啊，哈、哦，那个最好还是不要动编曲。但是你知道，就是唱他的歌会有两个很尴尬的地方。第一个，首先华晨宇的歌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还有完整。你改编不好改编，你懂吗？你不好改编，因为他的编曲、作曲各方面的都是非常的完整的。然后你不好改编，但是。你不改编，你唱原原本本的曲调，你永远就跳不开华晨宇他这个坑，这个圈，他是这样子。然后你一定会被跟那个原唱去做比较，所以他只能说是去改编曲。然后你们发现没有，就华晨宇的歌就没有一首是好唱的，所以你就会感觉那披荆斩棘的哥哥，他们这些哥哥唱的。也很披荆斩棘，对，听的人也披荆斩棘，知道不？就是，为什么？因为你让
哥哥他们唱那个华晨宇的歌，就是要么就高到不行，要么就低到不行，上不去下不来，你怎么唱吧。还有关键是你别觉得华晨宇唱的轻轻松松你就觉得他的歌好，动不动就嗨西，动不动就嗨，就不是动不动就五组，动不动就四组连炸。你别觉得他唱的很容易就觉得别人能唱啊，真的唱他的歌太难受了。你别说那个，别说唱出他原本的感情的，你能唱下来我都觉得已经够披荆斩棘了，真的。什么披荆总决赛的斗牛，弹幕两极分化，我是本来唱那个黑白艺术家我已经觉得够挑战的了，居然还有人去唱斗牛，是有多想不开哇，真的是。还自己选的那个斗牛的歌，这就是低下不去，高上不来。要像鹰头，它飞奔不休；几怒划过一头，又好又旧。是不是那个歌不是人唱的？3.55元门票抢不到，一点觉得。五月天的门票那么多天同时开都抢不到，不知道，反正我没有怎么去信了五月天的演唱会啊，因为去过一次就是因为五月天也不算是我的青春嘛，我去了以后觉得氛围是挺好的，但是没那么带入。黑白艺术家挺好的，你。听原，你一定要跟原版的要分开听，因为原版，就是怎么讲的，太完整了。我不能说完美啊，是完整。你要是单讲一首歌的时候，你是要从各方面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还有这个歌它好不好唱，它的编曲、它的词，各方面的这些东西，它是要在都是一个层面上面类型的，然后。反正是我先听的是华晨宇的，然后我再听别人改编的。对我来说啊，我不会评价他好跟不好，因为对于我来说，唱的人很披荆斩棘，我听的人也很披荆斩棘，然后关键是还不能说好跟不好，因为这个没办法评价，因为我一旦评价以后，因为大家唱这个歌的内核它不一样，你知道吧？内核不一样。然后它内核不一样了以后的话，你就不能用原版的一个意境去悟这首歌。然后听歌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知道吧？所以你不能说好跟不好，明白不？因为有些人他喜欢，有些人他不喜欢，你不能说好跟不好。所以我基本上不会评价的。但是我先听的是原唱，所以我很难再接受。国王与不是国王与乞丐在华晨宇的歌里面已经算是非常简单的了，但是他的那个真声假声的切换对于歌手来讲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东西，知道吧？也是非常辛苦的东西。我没听过原唱，但二手玫瑰改成了自己的风格。那我是觉得你要是说你可以接受梁龙或者是他们就是改编的那个可以接受的话，我是就不太介意听原唱了。因为你一旦听了原唱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确实会让你两极分化，就是这个样子。很华晨宇的歌怎么讲呢，还是他自己唱最有味道，懂吗？就是有些人的歌别人翻唱了以后会非常的出彩，但华晨宇的歌除了他本人，没有人能把他自己的歌他的歌唱出原本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喜欢跟不喜欢这种东西太主观了，我不能直接说哎呀他唱的不好，哎呀他唱的没有原唱好，你这我不是给华晨宇就是招黑嘛，是不是？你就相当于其实我是觉得花花的歌迷有这么多版权给到 P 哥的时候，应该是要做一个什么包容的态度，知道吧？那个包容的态度是怎么叫包容的态度呢？就是你就当他宣传嘛，是不是？
你就当芒果那边帮花花宣传一下专辑，宣传一下歌啊，不挺好的吗？就唱的怎么样就不要评价好不好，就是别人喜欢的时候一定会去看一下原唱是怎么样子的，你就相当于做过广告了，你为什么要计较唱的好跟不好呢？是不是？不要，就是好跟不好这种东西很主观，你不要说哎呀我觉得不好你觉得不重要，因为别人也有，因为你觉得不好有别人觉得好，所以你就当就是给做广告了，是不是？真的对这首歌很感兴趣的时候，哇，人家会去听原唱唱的是什么样子的，懂吧？你人要去了以后，人家可能就一下子去听原唱，然后喜欢上原唱，喜欢上华晨宇了，那算不算也是一个宣传效果呢？是不是？为什么要排斥呢？就是这个样子，不评价哈，不评价啊，某的评价啊。不是，我是觉得翻唱，内核不要变，曲调可以变，唱的方式可以变，知道吗？因为歌的内核改变了以后的话，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再有自己的一个内核，不然的话，那首歌会变得没有核心，然后没有重点。就像那个黑白艺术家，我觉得改的挺有自己的个性的，跟原唱是两种类型，所以你这种东西就不好评价，知道吧？这有些翻唱很出彩啊，是吧？又不代表说原唱就不好了。就比如说像陈粒的那个《易燃易爆炸》，华晨宇翻唱的时候也非常的出圈，也非常的好啊。就连那个陈粒后面演唱的版本都受到了华晨宇改编的那个版本的影响啊。但是不代表说陈粒的第一版本的那个《易燃易爆炸》就不好，是不是？这首歌不出彩的话，就没有人注意到。是吧？我很喜欢陈粒唱的《易燃易爆炸》，但是我也很喜欢华晨宇唱的《易燃易爆炸》，因为两种就是不一样的叙述表达，然后都很完整，是不是？而且我发现《易燃易爆炸》这首歌一定要漂亮的人来唱才有那个味道，就是长得不好看唱那个《易燃易爆炸》觉得很怪。是呀，就是怎么说呢？陈粒的有一种在责备你，就是责备你，然后责备的感觉。然后花花的是有一种你要我怎么样嘛，就是这种感觉，知道不？而且就是易燃易爆炸，一定要长得好看的人才能唱出味道。易燃易爆炸，真的，因为你只有长得好看，你才有那种就是妖艳贱货在质问一样。就是啊，你要我怎样？就是可以有这种感觉。你长得不好看的时候，你唱的时候就很车祸。所以也并不是有这些歌，也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是吧？因为他本来就是有一首比较疯魔，然后你又要我怎样嘛？你又要我贤惠，又要我风骚，就这种，就长得漂亮的人来质问这句话的时候的话，就感觉很对味儿。看我疯魔，是不是？那边唱的时候就感觉很有感觉。哦，等一下哦，你们贵妃来了。呵呵，来啦。来，是吧？我都说了，你们贵妃要来的。不如来，不如来。对啊，他都跟我说他不如来了，就是迟了点。也没吃很多啊，平时他时候他九点半快十点钟才来做个收尾。啊、哦、哎呀，你这刚夸我两句，非得再啪来一巴掌。他们说，当年的歌手，其实我是觉得歌手这个节目，就挺好的。但是我有时候就觉得搞音综的时候没必要搞竞技类的音综。就是可以，就是那种创作型歌手啊，走哪写哪的这种音综，其实也很好看。但我不明白，就一定要有用冲突性的时候才觉得有噱头、有看头吧？嗯，经常帮忙演唱会，朋友的同事就看我的号说不应该什么东西、啊，大庙还得大麦号还得养养，抢呗，慢慢抢。嗯，慢慢抢，慢慢抢。啊，对，我花花的那个会在深圳收官，那个很离我很近啊，又可以去了。对啊，明天是杭州的嘛，没有空。
今天还挺早的，是贵妃吧？你们说的是贵妃吧？我是主持人来、啊、说的是我，我来的早。说你今天来的还挺早、嗯，你看都习惯你做迟到大王了。哎呀，我看阿爸的那个行程，他不会又再给他自己的生日再传他的年假吧？一消失又得半个月。嗯，不知道他还会不会直播。嗯，因为之前的时候不是说，就直播了以后，就现在的生日直播没有以前的味道，他不是很想弄。他自己说的呀，他跟你妈说的呀。说啥？他不想弄生日直播，这个东西到时候就待定了。我跟你们说，因为他说现在没有那味道了，关键是生日的时候，还要跟一些不太喜欢的人。哦，是就是做那些，但是又觉得，哎呀，之前的就说过每年都直播，然后就感觉有种就是性欲跟勉强上工的这种心情结合在一起，要跟你妈说他不想播。但是他不想播这种事也由不得他，是不是？其实我就觉得，其实不想播就不播啊，没必要啊，就没必要的，你就不开心就没必要的，就有时候就有一种就是，哎，承诺了以后就硬要硬上，然后自己生日也搞得自己不开心，贵妃哦，嗯。对啊，他真的就是有一种就是自己的事。也对，他现在有点就是我管你是谁呢，老子就是要爽要秀的时候你们谁也拦不住，但是我要是不想，我不想的话，你们想也没有用。嗯，也有那味道吧。反正你让他不秀是不可能，今年。不是秀不秀的那个秀，或者是嗯。不秀的那个问题吧，宝宝们呐、啊，他、嗯、怎么说呢？因为他以前还做胡咖的时候，话粉丝少嘛，就感觉、嗯、那个尺寸啊各方面的拿捏的时候还是可以的，就觉得还好那种哦。然后你现在就是人多了以后，各方面的，然后就本来已经是一件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变成工作了以后，我都说了。就再好的东西都变成工作以后，哈，都一股班味儿，就没有那性质。嗯，对。这郁闷的不行。他肉眼可见的就是他的生日直播，不喜欢是不是没有以前的啊，你挠死我了啊，这，就没有，是不是他就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觉，就是肉眼可见的不开心，就肉眼可见的敷衍。对。他也表面也呵呵哈哈，但是就很敷衍了、啊、你没发现吗？就以前的时候可以巴拉巴拉说不停的话、啊、然后现在就很敷衍，就感觉要完成任务一样，要赶紧就时间到了吗？到了以后赶紧我要回家，有人等我那种。嗯，就是原来直播的时候就是两个人暗搓搓隔空的那个还应该是他很快乐的一件事儿。现在一个人也没问题啊，一个人也能演出两个人的感觉，但是这独角戏演着演着就会就很乏味，关键还有是旁边那会限制他。哎，对，大多数的时候还是那种，就你想想看，生日的时候你最想的肯定还是你想的人陪你啊，然后又还要浪费好多时间，就是陪一堆就是想的，妈的，我生日是你们陪我还是我陪你们的，是那种啊。嗯，就那个，机器狗的那一年还算好，是吧？机器狗那一年还可以，还唱了那个夜曲，然后再现在连现在肉眼可见的都不喜，肉眼可见的知道他不喜欢。包饺子那一年呢，就是能感觉得到他是已经想，就是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啊，对，就有一种就是、嗯、身体状态不好，所以呢，他还会设计自己想要的环节，就是那个鼻子也要讲，就是怎么说那个时候是有点勉强，没发现吧？他也不秀，他也不是疯狂秀，但是呢，他也比较开心。但是去年这个就是超勉强，明显的，嗯，然后又就是皮笑又不笑，啊，他摆烂到就是。就是当众上个厕所冲水给你听，就这个事儿吧，
对我们橘子来说，就是觉得阿爸好松弛。但是我觉得，对，其实用眼都知道他不高，不太高兴。我就说，哎呀，大生大大就是自己生日，你怎么开心怎么来嘛，真的是。对，芒果那个我也没看，不想看。我也没看。嗯，就是自己的生日要硬做成这种样子，那谁喜欢呢？谁开心？我没看。对啊，我一般我只会留意看一下你妈给他送了什么。哎，他去年送什么都到现在还不知道，有必要这么保密吗？张子涵，你让真真问问呗。你是觉得就是真愿意理我，还是觉得子涵愿意理我？就是真真问，那他就会有说呀。不是你觉得现在真在真这个人设，你觉得他会理我吗？不就是打一顿的事吗？不是打一顿的问题，我是说按他现在这个人设，你觉得真的会问吗？真不会问，你知道不？哦。然后如果说是，比如说如果说是我让他去问类型的时候，我还他基本上就那个眼睛翻到天上去，就一个字给我，滚。对，太懂了，滚。对啊，他就是那句啊，我又不好奇，我为什么帮你问。然后对啊，你再问的话，他说你要不要去睡他床底，我跟子涵说一声，让你去睡他的床底。哦，这句话伤害好大哦。对，然后你对，然后那个对啊，然后就把你怼得哑口无言了，你这有什么好讲的？对啊，你就有什么好讲的？之前的时候不就问，不就说了一点什么的吗？你们这老师就直接问啊，要不去睡一下床底啊？让真去睡一下床底，去不去？打那以后再也不敢问他了。他说的也没错嘛，是不是？我要知道那么多干嘛？不是铁人脉，不是端不端的问题，而是这对有一些事情对我来说，我可能我会好奇，但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冒犯，知道不？嗯，懂吧？就是特别是关于这种冒犯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一顿铁砂掌一顿铁砂掌的能关乎到的问题，而是对于真来说，这个东西是叫尊重，知道不？你再问，再问多一点，然后他就问你要不要去见一下他，啊，去不去？我们去一下横店，捞个电话让他出来接我们，请我们吃饭。你瞬间就不会觉得，可能这个对你们贵妃来说，走去。你抢我台词儿。对，但是这个对于真来讲的话，他看着你的时候，那个眼睛已经是刀的那个具象化，你只要敢点头说，他把你劈得血肉模糊的那种，懂吗？眼睛如果说是能放射的出那种那个菜刀的话，他可能已经把我劈死的那种。你敢答应说好，你可能他真的可能就把你踹出他房间。对啊，我就是你敢问我。你只要敢问我，就说明你得做好思想准备，我点头。对，就是他是那种，然后你他是这么跟你讲，但是他的表情不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一类的。对呀，你然后你答应 你还得看一下他脸色。对，你答应一个给我试试，你看我不弄死你。对，就是那种啊。啊，让汤去问汤，可以汤可以去，怕说去年重复的，你想太多了，你们这个你们想太多了，在第一年已经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下，已经一年过去了，你们汤马拉姑不开口，那就是他绝对不会问。嗯，你看像之前的时候送了礼物的时候的话，他也没讲啊，是不是？不是我也不是我们问呐、啊。他会自己讲啊，他得知道，他知道他就会跟你讲，他不知道那就是他没有去问，而且是绝对不能问的那种，懂吗？工作是归工作，你这要是朋友的话，你就会问这喊你送的俊俊什么，那不是啊，那是他老板跟老板娘不一样，送房你神经，谁会送房啊？我比，然后去年我们好像是你爸送什么给你妈不知道，你妈送什么给你爸也不知道哦。嗯，通通不记丢。对，去年是最失败的一年。
晚上好，晚上好。真的，去年是最失败的一年，人设大翻车的一年，因为男就是你爸送什么不知道，你妈送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去年真的是啥都不知道，然后还要被骂，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对吧？还要被蘑菇他们骂，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其实蘑菇也超想知道他哥送什么给他嫂子了。蘑菇放心啊，不是房子，没让你哥破产。对啊，得跟蘑菇说一声嘛，放心，你哥没送车也没送房，你哥只是把人给送了而已。是不是？是吧？你看啥可以啥不啥都不知道啊。但是就是人家闺女把人给送了，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吧？嗯，那不是吗？哦，这什么是什么是什么不要紧，反正知道是人送了，就是他把人给送了就知道了。嗯，大自然的馈赠。再排除送花是 pray。你妈没有问郑老师，关键是问，就算是问了，你们这老师也不会跟我讲，我上哪知道啊？对啊，关键是他问，就算是问了你们这老师也不会跟我讲啊。我现在在你们这老师的眼里面就是一个书生，超级无敌的冒犯。对，为什么？因为以前看他那个微信，看他在那里就是。你因为没有什么暧昧内容嘛，他随便你看是吧？哦，嗯。然后自从上次翻之前的时候拿来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了一个以后，就是久违的铁砂掌藏了一顿，以后就还要被他说很冒犯，你看多严重的事情。对啊，现在你的手机上密码了，唉，个抠货。就是说，小叔都跟他都是。就是随时随地，共享，你随便看这样子。他之前我也不是说什么，他之前的时候是确实是不带那个的，就是确实没有锁，就是不上锁的。嗯，他的手机之前的时候确实是不上锁。是吗？你们在就是意思说你们，他说我们郑老师在他们心里面还是那个，就还是那个那个荧光内裤的那个，他就算是在荧光内裤，他该打你阿姐还是打你阿姐、啊？我被打的时候也没见你帮我撑口气啊，真的是，他就知道在那马后炮。啊，我被打的时候我没见你吭声啊。对呀、啊，他现在他上密码了，你拿他一点办法没有？我还试过他生日呢，还没有试过小叔生日哎，也不是。就是你也尝试过。那你人真的很贱哦，就记吃不记打的那种，你发现没有？对，就是一边口口声声说啊不 care 不 care， 一边说我怎么才能看见啊？对，哎，别提了，真的。人真的很贱，嗯，给手机上荧光密码，这上密码的荧光裤衩，不至于。哎，真的，上次看了以后，后面我就去看的时候，就上密码的，我说这么防着我呀？对啊，对啊，他就来一句，对啊，就防着你啊，嗯，就只防着你啊，你也给无语住了呀，是吧？防的就是你。对，人家说房子就是我。他说你现在变得超级可怕，我说怎么可怕？你觉得？我说以前的时候一样看你手机也没见你说啊。他说但是你以前不喜欢谁，也没见你喜欢谁啊。嗯。什么？这帮人真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是吧？这一顿胖揍换来
一两对20块钱的耳环，是你也要啊？妈的，工伤费都不止这点，好不好？那这帮人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的，挨打又不是你们。是不是？那挨打又不是你们，那疯这在那说风凉话呢？这帮那声音效是相当好，啪啪的。哎心塞。这种恶臭的历史，这种恶臭的这种丑闻都被你们记录下来了，妈的。对，都替你记着。对，我现在去删，我都忘记是哪期，我跟你们讲。就关键是以前就关键是以前的时候还老是被加，就是一些有的没的那些黑历史都被你们保存在网盘的。哎呀，我删我自己的没用啊，我掩耳盗铃吗？但好多人把以前的直播回放都存了。对啊，我删我自己的真的就掩耳盗铃。哎呀，我发现真的要又觉得又心酸又很心酸又好笑的一个就是。贵妃哦，因为不是说那什么苹果手机啊的什么被监听什么之类的嘛哦，被监听之类的嘛，我说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只是看家是被自己国家的监控还是被别人国家监控哦。我说我得亏不用，但是要是用的话，里面有一点点的那种小片片，哎，我有时候我就想着，我说你既然就已经监控了。你能不能就是能不能反正也是苹果是吧哦，能不能免了一下我翻墙那翻墙出去的时候的话看那个 H 那些哦，那个那小麦片这种东西是那个合法的哦是吧人家的 yellow 网站是合法的呀是吧，也让我稍稍 happy 一下嘛。哎，你不能白监听啊，是不是？你给你付费一点啊，是吧？你来点付费的呀，真的是。晚上好，晚上好。啊，现在这个点也不算是早的吧？我跟你说，我今天差点就割了。我跟你说，就好多人也忘了我今天要直播哎。还说我？没有啊，其实我知道我今天要播，但是就想割。我觉得一周一次也差不多，但是还是灰溜溜的来的。对，灰溜溜的，我来了。正如我灰溜溜的走。哎，你现在我挥一挥衣袖，我也带走了很多云彩啊，这也带不了，不是说带不了了是吧？完蛋，我还想说潇洒一下呢，就洒不了一点点。去冲凉凉吧哈。别啊，是一周二次挺好的。我退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一周两次也没什么话讲那么多，但是有时候一来然后就感觉闲聊，然后一个钟也过去了，你看到没？就感觉一点目的，一点重点没有，有一点什么都没有，就是胡扯胡扯的一个钟就没了。咋这时间那么容易浪费呢？就咱俩就是标准的胡咧咧。两个人就嘚逼嘚嘚逼嘚，你说有什么重点吗？没有。今天我们有什么目的吗？也没有。也没有哎。没有。哎呀，你们谁是编剧？给我写一下剧本的，好吧？我照着念也可以。啊，对呀，你最近都没有剧本写了，咱俩就是按照脱口秀那里面，我们这个叫慢才，咱俩就是那种带表情、带语气的那种那个相声。啊，对，正如我轻飘飘的来，对，我会非常有感情的朗读，拿出当年我考试的那个功底，哎，好像这么多年那个功底还给老师了，一周两次也挺好，哎，吃瓜周雨彤，但那个。周雨彤这个他这算什么瓜也不算什么瓜，你我都说了，就是有些人你就很多人你不用接触现实生活的这种呢，你那我说他那个算是什么很可以要导致他被封杀的那种吗？没有吧，贵妃哦，没有，啥也没有，
就也就是一个，就是说，哎，怎么跟以前想的不一样？嗯，怎么跟他演出来的，就感觉还有一个就是，感觉他跟我印象中的不一样。那我跟你讲，这个人都有多有多大魅力，就取决于你对于他的想象。是的，是的。他本就那样子，就平平无奇。你觉得超有魅力的时候，还跟他本人无关，跟你的想象力有关。你的想象力有多大，他就有多大的魅力。恋爱脑不就这么来的吗？嗯。还有侯明昊，我说实在的，我就是新生代那帮演员里面没几个是真的吃过苦的。我说实在的，我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那种比较喜欢的那种。我比较喜欢的那种就是踏实感的，没有。我就发现现在看到的年轻人都很浮躁啊。当然了，在我眼里，你爸不算年轻人的啊，他不算是年轻这一挂的啊。年轻这一挂的，这好多都没吃过苦，然后就有一种不接地的感觉，所以演什么都不像，就是这样子了。他俩都不喜欢，但那个弟弟原本是看好的。哎，这个圈子里面，你看好谁就他，我跟你说。你爸，我现在我觉得就他老早在我这里不算是新生代了，他还算新生代的话，那些真的那个后浪都没一点水花都没有，贵妃哦，嗯，完蛋。但是现在还有人在拿他糊，就当话题在讨论这件事儿。啊，他还糊啊？那我感觉有好多人希望像他这么糊的，真的。他就是因为他自己做人的风格，他不太在意。我这就是现在当下他符不符合所有人的审美或者说是诉求，需要一个男演员帅哥他要展示什么东西，他就玩他自个儿的呗。所以说他糊的人应该就是觉得这个人不懂不太会，就是那样糊啊。那还好啊，是吧？你爸就低调，就很低调。嗯，那这样子不是挺好的吗？反正他从来就没消失在视野过就行了。你不记得，你就感觉你要对他印象模糊的时候，他就出来了，他又出现在你面前了。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是的呀。对啊，真的也不太好意思，哪都有他。等下我去关一下这个门，真的烦死了，他们关也关不好。这姐夫吗？他在玩啥？疯狂叔叔，叉叉叉叉叉。现在这样子很好，又不缺戏拍，不缺代言，真的是，你一天到晚住那热搜上面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你一天到晚住那个热搜上面，也不代表你真红。他好像这个这次这个时尚就是穿蝴蝶的这个，他好像上了热搜了。哦，这是真热搜啊！因为如果要买的话，又不是那种形式，是吧？嗯。哎，上去也待不了多久，就不花钱的不待不了很久。他那个蝴蝶不是掉在地上了吗？你看他那段走秀了吗？没看。哎呀，你知道你我给你一个画面感啊，你就跟着我的描述走。他的花掉地下了，因为他有加速度，所以那个蝴蝶比他还靠前，他就是走着蝴蝶嘣蹦出去了，他呢就往前一跨步捡起来之后呢。他整个人有点懵，他第一反应就是往左边递一下，你要吗？往右边递一下，你要吗？然后没有人要，行，我继续往前，我继续往前走，走到最后亮相的地方时候，冲着镜头，哎，晃晃晃晃这个小蝴蝶小蝴蝶，然后这一段路就走完了。这憨的货就憨了，你要是耍帅的话，直接弯腰拿起来就在手上转一圈啊，转一圈边走边耍。没有他，因为他就是这毕竟是状况外嘛，这那个蝴蝶是蹦出去的，
他好像是有一个机制。我是说他啊，我是说他那你说你爸有时候懵的时候的话表现的方式就是让人觉得只看到真诚两个字，憨憨，一点心机都没有。那他稍稍有点心机，弯个腰把那个蝴蝶给转下来，哇！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当年看《武林外史》就是《武林外史》啊，就是那个沈浪跟那个朱七七他们那个就是一整部里面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白飞飞的造型，那个叶子嘛那套叶子的那个装扮，你搁现在谁穿的好看呢、啊？真的是。哎，都一张那些网红脸，穿不好看。真的，那时候的白飞飞，简简单单让我觉得漂亮都不行。还有一个让我觉得，让我这至今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沈浪，就是他的那个谷底的家，他不是掠过那个水面然后捡起那个好像是朱七七的那个发簪是吧？那个蝴蝶的发簪，然后一条脚，然后把它给踢上来，然后一抓到的时候，他看了一看周围，然后的话就觉得应该是朱七七的，然后会心一笑，然后就转下那个蝴蝶哦，那个画面你们有没有也是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跟你爸月下摇扇，那个也算是堪称经典的，你们有没有还有印象？对啊，我就觉得你爸就可以稍稍转一下或者干嘛，他就很憨哦，我给你要不，就是那种，哎，憨憨的。是不是就你会每一步你会记得一些名画名场面的，就比如说像看《山河令》，我是会永远记得，就是周芷苏那个乞丐形象往就是按照他的视角来嘛在月下仰望，然后窗口里出现一个白衣美男子，我是被这个扇子摇进去的，我看不得脏脏包，一开始我觉得就还好，我是那种我因为我本身就是看过小说的，我会更在乎的是他怎么表现。我看过呀，看过也是就是觉得我是看吐槽去的，是因为就是吐槽这两个人，一个就是说龚俊只会帅但是没有演技，然后张哲瀚依旧只会瞪眼演戏，我是想奔着吐槽去的，结果我是从就是摇扇那一集开始看的，一摇我就迷失了。我是觉得那个怎么讲呢，我觉得你爸会比因为我看书的时候啊，我看书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那个我并没有觉得那个啊，我突然间一下子脑短路了。你爸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那个温客行啊，温客行啊，我不觉得温客行是一个钉书机的，知道不？因为你看看小说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因为他知道他就是看他的身骨，感觉应该他不应该长这个样子啊，然后又觉得他应该是易容了，但是他易容手段也很厉害，所以又看不出来是他是不是真易容的这个的时候，他就反而对他很感兴趣，就会盯着看一下。但是他也就是你看小说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很具象化的，就是他会一直盯着那种啊。然后到你爸来演这个温客行的，然后哈、啊，就是会，我说的就是你甚至有时候你会忽略剧情的时候，你光看着盯着那个周芷苏，你就会忍不住想多看他盯到什么时候，你愿意追下去，知道不？会有那种啊，就会有那种说我看他到底想干什么，要盯到什么时候的那种，我会继续看下去那种，有一点欲望看。但是我说实在的，他第一集的时候是确实是挺难熬的那个剧情啊，很容易人家在第一集就弃掉了。对，什么乱七八糟江湖恩怨的，对，然后就算是那些老戏骨，就感觉会很那个很老套的那种。你虽然说故事很老套，但是你也得看一下演的精不精彩，知道吧？然后他我真的觉得看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因为说我一定要看他多烂才坚持下去的那种，真的不让我看第一集的话，我可能都不看了。超讨厌周雨彤，我觉得喜欢一个人跟不喜欢一个人会比较主观性，知道不？主观性就比如说你阿姐你喜欢他吗？我只能对跟你说，他在我眼里面他是一个比较透明的人呐、啊，就比较透明的东西，你让我怎么表达呢？是不是贵妃哦？我说讨厌他、喜欢他都是在浪费我的感情，
就是没无欢无爱的那种，就是、透明型的才会那个、啊。然后你讨厌，感觉周雨彤就是一个条件不错，但是在圈里边缘化的人。对，我说实在的，他真的挺边缘化的，真不骗你们。怎么叫边缘化呢？就是，他跟吴磊那个剧，按理说也应该爆吧，但是就是没有配合呀。也不算吧，其实我觉得他也很想炒作或者是那种什么类型的，但是吧，我是觉得他跟谁 CP 感都蛮一般的那种，就对，我是没有办法那种 RPG 啊，就是真人呐、啊，那个我是很难真人的那种，他跟谁都。就是跟巴巴一个类型一样，你比如说你们说哎周雨彤的演技好吗，我就觉得中规中矩，那我就是中规中矩，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RPS 啊，我突然间想到 RPG 去了，懂不，就是比上不足他比下有余的这种但是现在就是这个圈子里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话就足够他、啊、哪怕是演配角他都不缺剧本，是不是欠了杨天真哦，倒也不是想，不是我怎么你们对那么就对这些人就那么了解呢，我对不感兴趣的人，我觉得多花我一分钟的时间去了解他都觉得在浪费我的时间，然后浪费我的精力，所以我基本上不会对我不感兴趣的人浪费一点点的时间。所以你们跟我说周雨彤的瓜或是干什么的，我说他还没有到那种被那种就是要么就是做什么二奶啊，要么怎么做什么小三怀孕的这种，也没有说是哎被嫖啊的那种哦、啊，就还没有到这种地步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的话，我就觉得跟我关系不太大。那你们说他人品不行的那种类型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圈子又有几个人品是行的。你这也很难让我难过的好与不好，是不是贵妃哦？这个圈子里面我就没觉得有什么好人呢，懂吗？这个圈子就没什么好人，你让我怎么形容嘛？就是一个透明啊，在我眼里面就是一个透明啊，真的蛮边你，我感觉你们贵妃形容的蛮正确的，蛮边缘化的，因为他在他身上一点时尚感没有嘛，然后啊他就跟时尚这边没有什么搭嘎，还有一个就是那确实是这个圈子对女的确实也挺苛刻的，真的，你没有时尚感然后你又没有说太大的一个人脉类型的时候，你确实跟这些东西有点格不入，知道不？所以的话我觉得他演好他的戏就行了，他也有他的戏演了，是吧？你不喜欢他不代表他没有戏演了，他的演技就足够他去演一些配角啊，或者演一些什么其他之类的，就那个就各方面的吧。他说他现在拉着你爸起自己，那龚俊是就是他拉又怎样嘛，你爸又不是洗衣粉，是不是？爸又不是什么洗衣粉，你这很难让我评价说喜欢跟不喜欢这种问题，贵妃哦。他就拉着阿爸了，这种操作不是很普通。韩火火是怎么看的？韩火火，我觉得他能进我们这个圈，就是哎，不算是我的圈子吧，他能进这个圈子就觉得是蛮奇特的一件事情。然后他算是个例外，还有一个是那个陆仙人算是个例外。然后但是韩火火跟陆仙人又不是一个类型，陆仙人这种的话是让你觉得可以敬佩的，就韩火火这种的话粉黑参半。不知丢陆仙人，不是啊，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男孩子啊，他走秀啊，对，就是陆仙人啊，他走秀啊，
一个山野的一个男孩子，瘦瘦的。哦，是那个，对，他只走女步嘛，他走的是女步嘛。那个很厉害。对啊，是从山野里面把自己走到国际，这个是真靠自己啊。对，他嗯。是真穿女装，对啊，对，他是真靠自己的呀，一点背景都没有。你这种话，你真的要佩服人家呀。他是真的是靠自己，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后台，没有任何帮助的，他是真的就是自己靠自己走出去的。我都说了，他这种人是属于例外，懂吧？韩火火是属于那种，就是靠所谓的个性闯进去的，知道不？然后。但是你说要是进去了以后，你说他要是像那种像路线人他这种踏踏实实的走秀啊，锻炼自己那种类型还好啊，那不是啊，他进去了以后的话，他会把进这个圈子以后当成一种谈资，你就很烦这种人，知道不？贵妃，嗯。就相当于他睡了个妹子以后的话，他出去的时候，因为这个妹子是公认的漂亮哦，公认的漂亮，他睡了一个妹子，我就打个比方啊。然后他睡了以后的话，他就到处去炫耀说：“哎呀，他睡了这个妹子，他会是那种，而不是说，我要争取，我要争取，就是我以后或者甚至是我以后我要交到的妹子，或者是我要娶这个妹子，或者是我以后要交到的女朋友都不会比这个妹子差的，没有这种野心，也没有这种，也没有这种志向，懂吧？就没有没就没有这种志向。”然后，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就是于我而言，他可能就是一个网红吧，初代的吧，贵北哦。嗯，他也就这样了。他就这样的，也不会差到哪去，也不会好到哪去，就那样子。阿姐机器是不是有问题？我不觉得机器有什么问题，他只是有些观念跟你认为的观念它不一样而已。我觉得在爱国还有。尊重国家各方面的一个基础上面的时候，他金星的立场绝对是绝对不会比我们任何人差，好不好？他只是就是因为你们可能就真的没有像我一样，就是真正的踏足什么西方什么之类的，接触过不同国家的一个人文文化之后，以后去说，再去跟金星，再去聊金星，他说不说的这个，他说的话有一些是对跟不对的一个问题，懂吧？因为在我们国家很敏感，就是判断国情，判断某一件事情的一个好对与不对的这些东西，它是非常敏感的，知道不？但是金星他就是过于，他会过于的。告诉你实话，告诉你对，是不是这样子？各方面的那种类型的，然后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种类型。但是有时候他说的话未必是错，知道不？就未必是错。就比如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就是。应该是也算是吧，因为现在都叫咱妈，是不是？都叫咱妈，就是这种这样子。他什么都好，知道？他什么都好，但是人无完人，都一样的，人无完人。你看，就像西方国家，他千百个不好，他也有他的可用之处，不然的话，他的人民也早死完了呀，是不是？贵妃哦，嗯，对，社会都是需要点进步类型的，懂不？是，并非他说的不对，而是。不，就这番话不应该在国内说。他有时候的一些发言是不应该在国内说。就比如说我们的LGBT，后面还有，现在已经演化成了一连串过去了。你让我光速吟唱，我都吟唱不了，贵妃哦。LGBT 那个嗯，少数群体呀、啊，少数群体。以前的时候只是 LGBT，好像是这个哦，好像是 BLGT。啊 B 不是是 L 哎那个少数性群体那个叫什么来着？是 LGBT 吗？还是干嘛的？我是会经常老是忘记它是LGBT 对我没说错。这以前的时候它只是少数群体，它只是一年而已。宝宝你们发现没有？它只是一年而已，哇！它后面已经增加到了好长一段了。你们光谁能光速吟唱？我吟唱不了。哦，吟是不唱是已它，经进化到17个字母了？
就是已经就是短短的一年的时间而已，已经进化到了17个字。就是你想想看，就是在我们的国情里面讨论这种事情，讨论这种事情是能讨论的吗？不太能讨论。但是刚好他金星他就是 LGBT 的其中一个，知道不？所以的话他会被别人攻击是正常的。然后你在国外就谈这个就是政治正确了吗？也不一定，懂吗？也不一定。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就双标。对，我就觉得会马上要赶上圆周率了。然后他们贵妃他们又跟我们讲说，哎，你不要聊这个，我不是说我要深入聊这个，我只是说他那个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它就比较适合聊跟不聊的东西，是不是贵妃哦？但是我跟你讲，就比如说，你认为的性别是怎样的？在我的教育跟我的理念里面，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只分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一种是雌雄，就是不只有三种啊，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还有一个是阴阳人。就只有这三种，没有所谓的生理性认别，没有这种，没有生理性认为，没有自认为，嗯，也没有生理性认为，然后心理性认为，没有这种，在我的理念里就只有三种性别。但是我这番话在国内讲就可以，但是我去国外讲，我是这么讲的话，我被打死了，真的呀，明白吧？所以你们就为什么老是有时候关于一些事情，然后就觉得金星说的时候那话不好听，实话才不好听，对吧？实话才不好听。就比如说像我们国家的高精的那个狙击步枪，它的那个成本它那个造价跟成本是比国外的那个高精狙击枪是成本是要贵的。是要贵的。那我们就有好多人说啊，我们中国做的国产货居然还要比成本还要比国外高吗？但是你们说这种话的时候，它就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禁枪啊，是吧，贵妃哦，禁枪啊。然后那个高精狙击步枪就只有一个是特警，还有我们的部队在用，我们连公安都用不到这么，就是说叫重武器，知道不？但是你知道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这种，高精的狙击步枪75%左右是用在民用，真的是民用。那人家的需求就很大，我们的需求小，所以的话它成本压不下去是正常的。然后但是吧，你一聊这个的时候，我好多人就吵架，好多人就说，哎呀，中国的怎么不行，不是中国不行啊，就像我们的巨流枪这些很强的，知道不？我们的狙击枪啊，还有我们的巨流枪这些很强的，然后它的那个性能各方面是不比国外差，它就是成本下不去而已，那是因为我们禁枪。我们禁枪啊，就这么简单。那我们十四亿人，我们要是能民用，完蛋了。那你想想看，像我们的军事，贵妃，你知道我们国家最强的卫星是什么卫星吗？考倒你了是吧？哎，贵妃，你看他又没了，他真没了。我们国家，你知道吗？民用的才是最强的，真的。你们发现没有？就是，哎呀，咱们没禁枪那会儿还用小米加步枪的，宝贝儿们，真的是讲的是现在的社会，你拿以前比。你拿以前比干什么呢？是不是？那以前比的时候，以前火拼的时候，还真的拿那种什么猎枪呢？你信不信？你讲的是先进社会，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怕民间的一个，就是帮派的一个斗争，各方面的民用的一个混乱，所以才禁枪的呀。我们在我们中国最强的是民用的，真的。你看那个无人机各方面的那个无人机啊，还有各方面的时候强的，真的是民用的强的。
连卫星连卫星都是民用的强。没有啊，我们的是随时民用可以转军用，懂不？咱们呐、啊，咱们是民用军用是随时可以切换的。对啊，我们还无人机撒农药呢，是不是？但是它也可以随时随地载弹头啊，是吧？他头像一直在闪，他也没说话，我不知道他哦，真的。他是不是自己闭麦了？贵妃，好了，那一会儿等等看他了。你就像我们国家的蜂群，不是早就完成了吗？你们都不留意吗？我们无人机啊，咱们国家已经形成蜂群了，早就蜂群了。等下我把他给挂了，一会儿让他再连吧。屎尿屁中啊，那算了，那一会儿让他来了以后再让他开口吧，又不是说给他禁麦的。是啊，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无人机蜂群了。你看到的，你看到的这些，对啊，你看到的这些只是在我们国人甚至是军用那边来说会比较稍微偏落后的，这知不知道啊？蜂群这个早就已经是成做过研发了，已经很早在军用了，密密麻麻的蜂群啊，那个无人机，真的，我这个无人机领域是我们国家是世界独一档的蜂群呢、啊。你看啊，我们052D，我们056，一堆都退役下来给海警用了，早就做到了。怎么，咱妈给你看的都是他在他认为已经比较落后的了。那个蜂群的那个早就出视频了，是吧？你吴姐没有以前敬业的，以前在浴室还直播是吧？以前刷牙洗脸上个厕所什么的都不太避讳你们是吧？那现在他知道避嫌了以后，你们反而不习惯了。对啊，能看的都落后的。什么？哎，不聊这个吧，一会儿我三分又没了。这个不给说，那个不给说的。是不是？那一会儿他又扣我分，真的是这年头聊点军事还不给聊。让他不用避嫌的，偶尔也可以见外一下的。你们啊，我现在真的，我明天还是问一下汤嘛，看一下他那个瓶瓶罐罐怎么办，是不是？哎，真的是，他那个瓶瓶罐罐的，就泽汉的那些瓶瓶罐罐，他要怎么办？到底寄没寄回去哦？我现在就是，不然老惦记这个事。不是这些瓶瓶罐罐是那个快递可以用吗？不是快递可以运吗？就是发物流是可以运的，是吧？好像顺丰也可以运的吧？就瓶瓶罐罐的那个这些东西是可以的哦。空罐可以打包，不行诶，它这里有液体，对啊，它里面有液体，很难吧，很难发快递吧？不是，主要是它有液体，有液体的话，好难发物流。专车我感觉应该可以，有液体，对。不行，就真的只能叫那种顺风车或者那种货拉拉就送回来了，因为它里面是液体的话，就比如说像那种酒啊之类的，没有专车是一般快递物流是都不接的，懂啊？所以我现在在等你们汤抱怨呢、啊，我现在在等你们汤抱怨。你可能要找物流要找很久，他这个汤汤罐罐。
不是，它物流这里，它那个要看，如果说是那种液体型的哦，真的会有些是不接的，知道不？哎，我是真的，我都没我我我我是我都没有那么关心那个关心哲瀚，我更关心他那些瓶瓶罐罐，只要密封就行，货拉拉也不好拉。对呀，我就明天我问一下他，好像也快杀青了呀，要搬家了呀，是不是？就感觉这次好像陪主陪了好久那种感觉，也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感觉这次好久那种。哎，我跟你们讲，我最近做了一个短款很短的指甲，短款的指甲做的是渐变的一个柠檬黄，做的一个柠檬黄的一个渐变，是拍上去的，是用的柠檬黄的彩绘胶给拍上去的，拍的一个渐变，哇，上手的感觉真的超漂亮，不知道为什么拍照的时候老拍不出那个感觉。真的好久，好像很久没跟你们修过指甲了。但我回是，来啦！他们说你去屎尿屁了。你说你现在怎么这么见外？秀一个，这没有摄像头。但真的，我发现这个颜色就做渐变真的很好看。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初心，都不给看了呢。我的初心，什么初心？哦，我的那个指甲是吧？对，美甲博主，人设不保。我现在就做短款的，都是做短款的，都是本甲做的短款。我发动态，关键是拍不出来，拍不出来，我就不是很想分享的。柠檬黄的渐变，我在群里面有发，但是感觉拍出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很不一样。对，感觉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没意思的很，因为拍不出它原本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对，这个短指甲短款的哦，贵妃哦，就是做一次很香，然后越做越香，然后就是一直做一直香。就款式，一个是做得快，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其实我发现做短甲比那个长款甲更难做，因为你要做短款的时候你要做好看嘛，是吧？什么发动态？哎，也没，就柠檬黄啊，拍的一个渐变呐，你想象都能想象了，就很好看。啊，你还想看阿姐的甲型啊？啊，一如既往的优秀，谢谢，一如既往的干干净净，不信你们问贵妃，是不是？但很少做甲型各方面的翻车过啊，那就再加上这是短款。跟阿姐的键盘很配，哎，对呀，放在我的键盘上面的时候，确实也是很般配。很久没直播做指甲了，哎，还记得咱们那两个指甲刀的故事吗？之前的时候放那两个指甲刀都要被扣分，说我搞黄色，涉黄。咱俩午夜名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你。哎呀，就关键是以前的时候放两个指甲钳都要被说涉黄扣分哦。哎呦，我都果不然够，像咱俩，咱俩现在也太素了。对，我果然够气了。找点啥理由开个车呗。那有啥那个？那现在还有啥那个能指数飙车也没有啊？没有灵感。哎，我跟你说个糗事哦，我跟你说个糗事，算是好。我们快直播我们今天的一个收尾吧，就是昨天的事情。哇，我到现在想起来，我的脚趾头都要抠地，真的。
你快讲一下，我开心开心。我们不是玩那个游戏，不是加有加群嘛？哦，嗯嗯，就有加群嘛？我也在，我也有加群嘛。但是怎么讲呢？我们周的，就是我们周的，虽然说有跟别人的那个合并，有跟别人合并了以后，他还有一个大群，那个大群我没有加，我只加了就是原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微信群，就所以那他那里面的话来就只剩下十几个人了嘛，哦，剩下十几个人就是原本都玩的嘛，然后他跟别人合并的时候那个人才多嘛，然后我只是没有退，我只加了这个十几个人的群。然后十几这个人里面的群的时候的话，一般姑娘子你们懂的了，就是好爱开车啊，哦，女生在一块儿，对的，对对，跟我们家那橘子啤酒的一拼的，这帮就关键是我们里面有个姑娘叫桃桃，有叫桃桃，她是那种就是不只是口嗨的那种，因为她还爬墙的那种哦。然后经常就是可以发一些什么，那些什么 yellow 女生的图，那些 yellow 那些男的图那什么的哦，就是跟你说发福利什么的，你想想跟一个游戏群聊游戏的内容屈指可数，聊黄色开车的开车的内容长篇大论。然后因为我如果说我是以前我可能就很不习惯，但是自从跟你们混久了以后。就是这种对我来说是很小意思，知道吧？哦，贵妃，这对我来说是很小意思。然后就是昨天的时候，那个妹子又发了一个是那个好像是推特的一个博主发出来，就是那个有一种性暗示那种打那个屁股啪啪啪的打红了嘛，哦，然后那种嘛，哦，然后又发出来的那个九秒的一个视频，然后我没注意，我然后。就昨天不是跟我哥他们吃饭，然后我坐在他旁边的时候，我本来我是想点的那个群去删一下聊天记录，因为他们经常发些图片啊那些视频之类的，我占我内存，知道吧？我想清一下那个聊，清一下那个聊天记录的，然后不小心点到了，对，然后我不小心点到了，然后他就因为之前说我也没点开，我不知道他是这样子，然后。就在真的就在咱兄长的旁边，然后他那个是内容那个声音我又没关小，开的太大，啪啪啪，对，还是公放的，啪啪啪的。然后咱家兄长不觉得，就是还以为是什么，就特意我也懵，他看过来，然后他也一脸懵，然后他也盯着我手机看，然后关键是个女的，是女孩子的哦。你说我要是我看的要是什么萌 man 的哦那种，或者什么 BL 的那种还好的，我是女生的那种哦，是女生的那种。然后我哥就是我们咱家兄长看着我那个眼神，你知道就是能感觉得到他眼里面的那种震惊，然后不解，然后为什么呢？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情绪具象化在他脸上，我妹妹这是怎么了？然后他问我，他说你是 lesbian 吗？他问我这个，他说你他说你是，他说最近就因为冷淡这个事情，因为我跟你们兄我跟我们兄长大人也是有点无话不说的那种嘛，哦。他多少也知道说我最近就是佛系的那个心态嘛，后面他就问我说我最近佛系是因为我喜欢女生了吗？又什么 lesbian 嘛，哦，他问我是不是 lesbian， 我说不是，他说不是的话为什么是女生的，他说如果说是男女的那种或者是什么纯萌 man 的或者两个男的都还觉得正常的哦，为什么是看女孩子那个什么的，然后后面。我真的是死张嘴巴解释不清楚，就关键是贵妃，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来了，他直接把我手机给抽出来，然后看了那个聊天记录，真的就是我形容的，我跟他说这个是一个游戏群，然后他一脸复杂的看着我，真的就是聊游戏的内容屈指可数，聊黄色的话题长篇大论，然后我哥看着我说，就是你压力很大吗？我说没有啊。我说没有，他说没有，他怎么会喜欢是女看女孩子这种什么之类的呢？我说真是游戏群，然后他说真不是变态，
我他说我他说我是不是真的受压力是不是大，是不是太大了，有点需要看这种来看这种就是 SM 来解压什么的。我一直我就吼我就说没有，然后就关键是你知道恐怖的来了，这个群辗转了很多次我都没发现我是群主，懂吗？辗转了很多次我都不知道我是群主，然后我然后对对对，然后我跟我哥说，我说我这游戏群我被拉进去的，然后我一点看我是群主，就十张嘴巴解释不清楚的那种，懂不？然后我跟我哥说，我说没有，真没有。然后他显然没有信我，就手机还给我的，他说妹，就是压力大的时候，就是去做什么拳击什么之类的也挺好的，说也挺好，就是没必要心理变态的，说。你知道我回来，我吃饭回来了，我到现在还解释不清楚。就关键是他这个，他说了以后的话，我然后我罕见很罕见的，就是接到我姐的电话。我姐问我说最近怎么了？啊，很少听到你说你的这波亲人呢，那你确实是开始让人担心了。对对，然后就是。然后那个然后我那个我真的很无语，就是很罕见的接到我的我们家长姐的电话，都问我最近怎么了，压力大吗，是不是缺钱呢，还是干什么的，我听说你们家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现在手上是不是没钱，需不需要姐姐给你或干嘛的。我说我有好朋友在帮我，你不要再你不要那个，就说你我说你那边不要动，你要一旦给我动了以后的话，你到时候连你都要正审。连你的都要疯。然后他说你压力真的不没有特别大吗，我说我没有，然后他说哥哥说你，哦我就知道完蛋了，你知道不，嗯对，然后他有问贵妃，他说哪个朋友啊，因为如果说是真如果说是真真的哦他不会问。因为但是你知道这个只要政审了以后的话，他不只是我啊，因为真正是跟我是妯娌他也要啊，是吧，哦嗯，然后他说你哪个朋友啊，因为我朋友真的少，我说你怎么介绍我的，我说一个很好的一个闺蜜，他说你闺蜜不是只有他，有另外那个知道吧，就断了关系的那个，我说他说那个都穷得要死还有钱给你啊，我说不是那个，他说你哪来又来新闺蜜啊，我说不是我最近认识的，我说他说最近，我说哎不是已经有两年多了，我说关系很好的，他说哪个我怎么不认识，因为我基本上我的同学或者我的朋友他都见过我姐的知道吧，嗯，然后我说嗯这个是说来话长了，对说来话长，他说哪个呢，我们就是约出来吃个饭呢、啊、我说可以啊，没有，我说网友，我姐就一脸复杂，他说你妹你真没事吗，我说我真是网友还没有见过面的那种，然后他说你真的 lesbian 的吗，我说没有，然后他说你情绪不要激动，我理解的，真的能理解啊，我说你们理解什么呀，我说真的是游戏群。真的是游戏群，然后后面我告诉他们我在玩什么了，然后我哥过去瞄两眼的时候，他说真的是游戏群，他说怎么，然后你知道后面感慨成什么了吗，感慨成的说哇你，他说是我年纪大的吗，还是我 out 了，就是他说怎么现在的女孩子跟女孩子之间的聊天都这么劲爆吗，我说那你们那我说那你们男的聊天的时候也是三句离不开女人啊，是吧贵妃哦。那你们聊的时候看到女的时候的话，我是不是也要怀疑你出轨或干什么的呀，是不是啊，真的是被我气死，关键是我连我姐都知道的。对啊就无语啊。然后我真的心情复杂，我就是
吃个饭而已。我解释到解释到真的是今天解释完了。然后以前的时候我在家长在我们家的群不怎么出现的，现在都要去冒一下泡说我很好，每次都要就现在啊，就是现在我都要上去告诉一下他们我很好。唉，我这宛如地下情人、地下钱庄一样的人。不是啊，你知道贵妃在越解释越解释不清楚，你懂那我你懂我的感觉吗？你懂我吗？我都不知道从何介绍起你，真的，就因为再介绍的话，你变成我情妇了，完蛋。嗯，懂吗？就是十张嘴巴都解释不清楚的那种。啊，我的天哪，这好能想象，是吧？这毕竟在你们家这个环境。原生你现在这也算你的原生家庭了，你突然改个道儿也不是不可能哈。就是可能是就真的对于真他们来讲的话，可能就不觉得有什么是不是？就不觉得有什么，真的从来不会考虑这种问题。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就只要我家原生他还是很保守的。我谢谢。你们这个家宴真真去了吗？啊，你们这个家宴真真去了吗？没有啊，他都没在家。嗯，他要在的话，我就在他那儿也挂上一号了，是吧？就在你的周边。对，对，这要是他也在的话，真的，我还得解释一下，有这么一个你。心情越来越复杂了，对，我也很复杂，你知道吗？你知道，一旦有些事情，他一旦解释了以后的话，你就不知道从何说起。哎，我就想着为什么会想着，我说啊，这个跨越度也太大了，怎么突然间就突发进程了？你有时候会觉得我家面还挺保守的那种感觉哦，就感觉还挺保守的。然后你突然间发现好像也没那么保守。嗯，是呢。对啊，他怎么就自己就类似扁了哦。嗯，是的呢。然后我说啊，我都想不到这种你们怎么就直接进化了？可不就是吗？不是，他们还来一句"十年磨一剑"，真的是你们这帮人是变态的人呢。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哎，他还说你熬出头了呀？你这帮人，这是人话吗？我问你们，我熬出个屁！不是啊，都是说他们这些是人话不？不是你们讲这是人话吗？真的是服了。不提也罢，在我这就整个一个不提也罢。哎，你不是，主要是贵妃啊，咱自己都复杂，别说你了，是不是？就感觉有种说不清。哎，我不，这谁在看？编辑部的故事，哎，以前还真看，还挺好看的，真的。现在这个音乐就是编辑部的故事啊。我背景音吗？那个你们姐夫在教月月，在教、啊、在教教月月那个打戴红领巾。我们家月月现在晋升少先队员了，现在可神气的。哦哟，真哎。不是，我现在也还纳闷的，你们别动不动就心更不行的，真的，我自己现在这一脸复杂。算了，这理不清的，算了。你说你是不是？我说真的，好朋友的那种，然后这越解释越解释不清。哎，准备走了，你们。嗯哼。没有，今天没有什么可讲的，也没有什么讲到你爸妈的，因为他们现在就忙杀青，忙得要死。我现在就关心就是他那瓶瓶罐罐怎么运回去。真的，贵妃，比起那瓶瓶罐，比起你妈，我还比较关心那些瓶瓶罐罐。贵妃，阿妈这个人呐，就是
他搞不好就是跑到横店那边见见朋友，把这个东西分给人家说，哎，这是我做的啊。那个，我老公天天早饭都带的。你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搜索在不在了。我觉得如果搜索在的话，他可能就是回收垃圾的人了。你们看一下搜索在横店拍戏吗？真的，你看一下的话，那如果说知道他们没有拿那个没有拿那个瓶瓶罐罐回来的话，我们就先把你们贵妃给刀了，因为他是预言家。还真有可能，真的。你们看一下搜索他在不在？对啊，左手榨那个榨菜，右手汉堡，左手酸野，右手汉堡，他经纪人又要发飙了。是的，你们去看一下搜索在不在拍戏。前几天搜索好像在的，我靠，还真在。贵妃，我到时候我真的问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去祸害你要搜索的。搜索的经纪人能不能喂点好的？你跟搜索的经纪人说，那个酸，吃酸以后比较开胃的话，就可以杜绝他吃零食，懂不？嗯嗯嗯。啊，搜索的经纪人，反正都已经天天都在暴躁当中过去，过日子，暴再暴一点也没关系啊，是不是，贵妃哦？嗯。他们从这儿走的话，接下来的活动不外就是那个什么上海呀、啊、还有我能去奔个县的那个地方啊，是不是、啊、嗯，就等把这些事情都忙完了之后就会神隐了。我真的觉得现在照这样发展下去，搞不好今年真的就不会有什么直播了。我觉得真的，我去年他的那个芒果台那个直播不就是赶鸭子上架吗？他不愿意，最后也是不得不去了。哎，拉倒吧，本来是现在说不定，现在这种东西还说不定。哎呀，那个溜了，下周再播吧。我想想，我还有什么事儿要问你，我想不起来了。但是就是我也知道不应该问哈，问了也没用。但是就看阿爸今年的这个，有的时候他稍微有点起伏，就是阿妈那个事儿离所谓的终点有没有再靠近一点儿。我也难，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去问这个事了。嗯，懂不？我很久没有去问这个事了。并非说是我不去问，而是之前的时候说让我不问的时候，我就很久一直都没有去再问过问了。明白。有让我不问，但是你妈身边现在没人哦。哦。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一好了一点点？嗯，是。但是他上次身边有人的时候，不也是从解除警戒，然后又变到又有警戒，对，也是这样子，也有点起伏。也有点起伏的，所以这东西就有点说不准。嗯、因为他上次你看到的和真真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对话，嗯、我其实总喜欢透过现象我去研究我理解的那个本质，嗯，他的心态是不是又在有什么变化？关于小孩这个事儿，他不可能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能力去照顾一个孩子。你是担心他不，就不想再出来了，是吧？对，啊，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会好好告别的一个人吧。就是你说的是，假如他一定会、是这个意思吧？不是，我是觉得，如果说他，真有这个打算也好，拍戏也好的，我觉得都他做什么决定，他应该都会好好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就比如说又出来拍戏的时候，他肯定会跟你们说好久不见啊，要回来，然后要好好规划嘛，明白。如果说是可能不想拍了，他也会好好跟你们道别，说，就各方面的一个原因嘛，然后就回归幕后嘛，各方面的嘛。嗯嗯嗯。而且他自己一直都很喜欢小孩，这东西很难说。对对对，他是喜欢的。但我是觉得他是不会是一个不告而别的人，所以的话，我觉得是，他一定会那个的，会好好告别，知道不？你其实我理解你这话的意思，就是不论他告不告别，
他现在能做的事儿就是所有的事情他会有个交代，对吧？有吧，我觉得按照他这个人来讲的话一定会有个交代吧。嗯，因为他不是那种不辞而别的人。是的，对啊，我是说他以后他不管做什么决定我都是尊重的，但是他不是一个不辞而别的人。嗯，同意，是吧？就有担当。有担当的意思就是他知道这么多人在关注他，不可能，对，他不可能就一个屁都不放，然后就那个就一声不吭的就回归家庭的这种啊，你不会，他不是这种人，懂吧？他性格也不是这种。嗯，他说了他后续做什么决定是随他的，但是他告别还有或者就是打个招呼的事情他还是会做的，相信他。对呀，对，是他就是这种感觉，不辞而别的人。对，嗯，所以之前的时候有被警告说不要再过问这个事情，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再问了，知道吧？嗯，我就一直没有再问。嗯，所以你们说现在有没有那个好进度干嘛的，我只能说这东西它有点起起伏伏的，很难讲。嗯，对，这倒是。嗯，好嘞，走了啊。嗯，走吧。嗯，拜拜。晚安。嗯，晚安。